师傅越来越登堆，体重大家成正比成长。谢谢。体重。那我要换床了，我的床会被压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淡如姐，啊，我要吹了，一二三，等下我要许愿，我许愿，淡如姐祝我体重要加倍成长，没有成正比而已，哦，成正比哦，那我要祝我自己成正比之后，又要立刻变成瘦，要变成大瘦子。干嘛？这个愿望都不会实现。你可以许一下会实现的愿望。那我要祝我每一天都在吃美食，吃好量。这一定的啊，这也不用许，这已经是发生的进行式。谢谢大家，一二三，谢谢。